老师，你大藏经只有六天的法会，我们365天每天都想得到大藏经的加持，所以我就特别设计了这个嘎乌项链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朱砂的，你看有这个金刚杵是除障的，这是招财的智慧铃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嘎乌，然后你想要多赚钱的、要转运的就可以转。你看它是会动的，它是九宫八卦，所以12生肖。任何一个生肖有犯太岁，或者哪一年有犯太岁，或者你的时辰犯太岁，九宫八卦都可以破解哈。然后前面呢放了琥珀蜜蜡跟里面心经的经卷，而且这个是可以打开的哦。然后打开之后呢，它就是一个嘎乌，你手边还有一瓶金刚砂，可以把金刚砂放在这个嘎乌里面，这样子随身携带，你知道吗？就等于你带了一个诸佛菩萨的坛城。然后呢，这几天呢，我每天都在念经加持这个项链，一直在加持的。那有些人说，老师，那我家里也需要大藏经，我要延续大藏经法会的功德，要利益，要怎么做呢？这是一个十相自在，你有供奉这个十相自在在家里，那我建议他呢挂在家里的墙上也可以，因为我做了一个挂钩啊、哦。那你没有地方可以勾呢，哎，也可以像相框这样把它摆出来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后面是一个活扣？打开之后呢，我们会给你一包装账物，你看有朱砂的招财铃，然后有银色的除障的金刚杵，还有五色招财进宝的钱母五帝钱，另外还有琥珀跟蜜蜡是佛教七宝。有没有感觉这是一个财库，而且有没有感觉很高档？然后你知道吗，非常庄严。这个呢，我为了要利益全球的粉丝，要跟大家分享，就但是这个你自己要 DIY。 那怎么 DIY 呢？我会送你一包这一个里面的殊胜物，那你要看我们的农民历，每日农民历，你每一天农民历，我的 LINE 也有供应，我的IG 也都可以看到，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我的农民历。然后你就看你的生肖大福星是哪一天，只要是你的那一天，如果是你的那一天，上面还有时辰，就按照那个时辰，有5点到7点啊，9点到11点啊，7点到9点，就在那个时辰里面，你就把它放进去装好，然后怀抱着虔诚的感恩的心。因为呢，这是大藏经法会的加持品，这是像一整组的，像一整组，这是一个朱砂的，但不是念珠，它就是一个项链，就是戴起来就像我身上戴，它有一点长，所以男生也可以戴哈，然后就非常的殊胜的结缘品。因为我实在是看太多太多的朋友说，老师我还可不可以报名，老师我还可以不可以报名，但是因为已经不能报名了哈，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来跟大家呢做一个结缘，好吗？希望这样子今年没有报名到大藏经的朋友，还有觉得大藏经太殊胜了，老师我想要延续一整年的好运，我想要招财一整年，老师你有什么宝物？这个呢真的就是如理如法的，因为呢我家都有贴这个十相自在，好，那我把它做成这样子，是不是它像一个聚宝盆，它像一个宝物一样，你看，好，但是你不能这样挂了，我只是示范给大家看，你要挂一定是这个尖头是朝上的。十相自在呢，它就是大自在哈，就是可以得到财富自由，财富自在，然后受用自在，然后寿命自在，健康自在，人缘自在，所有人世间想成就的事业都可以自由自在，就是这样子一组。那这个呢真的就是苦口婆心，就是为了没有办法来参加大藏经，虽然我一直希望一直劝请大家一定要来，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也可以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因为这里面是心经，你也可以念观自在菩萨，观不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你看它很好转，看得到吗？这是九宫八卦，上面是九宫八卦哈，就是很好转的。当你觉得运气不好、心情不好，最近怎么遇到那么多的小人，遇到那么多的违缘障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拿起来转一转。我跟你说哈，转7下，你的心情立刻好。像我呢，一转都不止49下，因为呢，你也可以108转，好不好？因为108转就是一个圆满。你可以一边讲你的心愿，然后呢，一边许愿，一边转。好，那你就不用去算多少下，因为不太好算，因为你这样一转，它可能就很多下。可是呢，我的手拨108次。那可能转了500次没有关系，越多越好，因为它就在转你的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，我一定要开心，开心就是开运，我要开心才能够赚到钱，才有好人缘，道理你都懂，可是做不到。一生气的时候，一烧功，一起嗔恨心，
火烧功德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圣人啊，我们还是肉体，还是凡胎啊，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法宝，为什么要放在大藏经这里加持？而且你知道吗，整个法会六天全部有500多位的僧众在加持这个大藏经的结缘品九宫八卦的嘎屋，所以才又设计了这个嘎屋，还有这个实相自在的摆阵，要来和所有没有参加过大藏经的朋友，或者你参加过大藏经，但是你觉得太殊胜了，我想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去延续这个法力，延续这个效果，延续大藏经的这个满满的正能量。现在每天要在坛城啊，要加满六，要加持满六天，所以才能够开始跟大家结缘。然后数量其实也很有限啊，那真的是希望全球的朋友粉丝，就是大家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加持物，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欢喜，希望所有的朋友都非常的法喜充满。